像是这层里头张明轩。建法师张文训，好，我们大家留一问讯，请。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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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出家的功德利益啊，大雄法师慈悲啊，我们住持和尚啊，净法法师慈悲，还有我们建教法师慈悲哈，这当然让你很麻烦啊，诸位比丘。师父慈悲啊，诸位沙弥，诸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请放掌啊。本来没有安排啊， 我来这边讲了，那么我们对外一讲也是说啊，我们请我们大雄法师啊来给大家开示。那过去呢这个有皈依典礼的话呢啊，也是啊，五供完了，那大家用完斋，那么就各自回寮。那么因为过去有个因缘，那么有长老大德来这边剃度人呢，剃度出家人。那么他下午呢就安排一个法义的演讲。那么建教法师呢也就好意啊，就想说这样子很好。那么是不是能够请法师呢为我们开示？那么我们在征得大雄法师的慈悲啊，那我为大家开示啊。今天在用斋之前呢，我戒兄啊，就是我们的住持和尚啊，净法法师啊，他又跟我说，那建教法师请大雄法师啊，我请你啊，你蛮爱讲啊呢。然后呢，今天吃这顿饭，看来是鸿门宴啊。那么呢，他就这么讲了。其实，我的想法是说，对，没有错，这里是有不少我认识的居士，啊，乃至于眼前就这么多比丘、沙弥啊，平常也听我啊有上课。那么这个大德法师来啊。应该在不同的场合听大德，多听大德法师为我们的开示。好，那您刚刚也听到了，法师呢是悲心切切，而且呢是直指这个问题的重点，也善巧譬喻，让你能够听得懂。同时，他的性格，我们认识十多年的了，
那么他的性格也一向是，某个意义上他很慈悲，也给你方便，但是他讲法的时候呢，他是他不看人情的，哦，他老人家这就是最大的慈悲，哦，那么我们听他说法呢，就如沐春风之外呢，还有很深的这种法义修道的那种热忱，要能升起，啊，也要升起一种惭愧。那么听法师说法，如果你还不能起惭愧心呢，那表示你没有道心，啊，大雄法师呢，说法呢，他绝对不哗众取宠，但是呢，字字句句是他的观察，也是向于呢佛的啊这个教法，深细而说，那么可见呢，这是我们的福报，那么也基于这样子理解啊。我们常住都离请法师啊，连续两年啊，一年乃至于两次啊，来我们寺里啊一次，那么来寺里呢讲经说法。好，那这一阵子他有时候要稍微休息一下，要改变方式。那基于好朋友，那么平常可以嘻嘻哈哈，但是这种是比较个人生涯规划的部分，我们要基于很深的尊重。那么所以他这一年都没有来啊，我们期望呢法师未来还能够来我们常住啊，为大家开示啊，这是讲真话。那么也基于刚刚这样子的我真实的想法，所以这一次的一个剃度因缘呢，开启了一个很好的剑桥法师开启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啊，那就是说传统的法会或者是仪轨仪式进行完毕了之后，不是说大家吃完饭呢就离开啊，还能够有法味的一个供养啊、交流啊，这是非常好的，啊，这是很好。那么，因此我希望说，哎，法师能够多讲一点啊。我是讲90分钟，我的意思是试探性的说啊，90分钟你老人家会不会太累？啊，要不就是2个小时这样啊。结果不想就今天这个鸿门宴吃下来，事情就有所改变。啊，但是即便是有所改变，我也是啊，恭敬不如从命啊，来啊完成两位法师大德现在啊，两人四目炯炯有神的盯着我，把我给盯上来的状态之下，当然也是要啊好好的把活儿干好，是这样。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进入正题哈。那么法师今天很慈悲啊。哎，他从这个剃度的典礼的因缘呢，来谈到了所谓的出家，啊，提到了所谓的家是什么观念，以及刚刚很尖锐的提的一个，有必要出家吗？在家出家不是都一样吗？相信有在听我平常讲的光碟片，或者是上网听，或者平常听的人都知道，我出家在台中，那台中呢，确实也有那些在家团体，相当庞大。啊，很不幸的，他可能会被我讲一辈子。原因也就是像啊大雄法师说的一样，在家比较好修行哦，啊这种说法啊，那么出家在家都一样哦啊这种说法。那么我想，我们也承认，我们也知道啊，有事啊，是有些在家人好像看他样子日子也过得不错，或者是他也在做一些我们平常表面上说的布施啊、恭敬啊、护法啊，乃至于修行啊这样子行为。那么这种行为，甚至于他还讲经说法哦，在家人也讲经说法，甚至还有个他还去理个光头、吊个念珠、披个曼衣、搭个海青，那乍看之下，还威仪严整呢，看起来还有点像出家人这样。我们不能那么难听的说他伪作沙门呐，但是呢，他好像又向往那个形象。可是呢，翻个脸来对人家又是说的像啊，韩法师刚刚讲的那样子的啊，在家好修。那么这是什么样子的错误观念？我想韩法师刚刚已经呢，跟大家提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题目呢，出家的功德利益呢，这曾经在莲音寺呢，是以一部经《出家功德经的意义啊来讲的。那今天我们打算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谈的话呢，那当然不可能是谈一部经。
可是我们要谈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家跟出家当然不是对立的。那在家跟出家某种意义上，就佛法的住持弘传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合作的。那可是呢，合作也有本也有末。那尤其是当中以南众比丘为七众之首，所以七众就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还有智叉尼这五众，还有优婆塞、优婆夷这两众，合起来谓之为七众。这个就是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僧俗和合的教团。所以就以和合的立场说，应该在家人要恭敬、理解、赞叹、随喜、护持出家的殊胜功德。他既理解又要护持，他要赞叹，或许他不必那么样感到自卑，但是他懂得赞叹就知道忧虑才对。那结果呢，就像杭法师刚刚说的一样，很多我们不好这样讲，但感觉上就是无知生慢心，慢心又形成愚蠢的三业之行的在家人。他有几种形式，第一种心中呢，他又用他的专业或者他的财力来护持三宝，但他骨子里想的却又是出去嘛，无什么好修行。你啊，看嘛是破病，啊，喙齿歹嘛是都爱我来修理。啊，那是吼，啊，那去闪着吼，你瞧嘛是哀哀叫呢。为啥个哀到比人较大声了？啊，我看出去嘛差不多。他的意思是说，出家人都不用屙尿拉屎，他出家人就自然没有神经了，所以说他不应该痛才对。所以这就是刚刚法师讲的，他想象中的出家人是高来高去，吊着钢索飞来飞去的，绝对不是那种一般的血肉之身。他想象中是这样，所以看起来他也护持佛法哦，他心里头其实是不恭敬三宝的。台中有个居士啊，是专门做僧服的，你们大家都知道，他现在不会了啦。但之前啊，我在清凉寺的时候，他来了就冲着我的面讲：“师父啊。”啊，我是呢二宝弟子，我皈佛皈法不皈医生。是这样，他讲明的呢。啊，这就是你说他愚蠢嘛，他好像又说出他要自以为是。你说他可怜嘛，他又觉得他很好。那你说他是三宝弟子，人家他已经给挑明了他是二宝。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不是二宝，你是耍宝，你是哪里是真正你要知道释迦佛坐在那，你要不要问问看你能不能往生，你要问他。师父你怎么就要问他？对啊，你不是二宝弟子，那你就问他好了。他在那里查起来啊，没说话啊。对啊，木头科对吧？那不然这样好了，你说你二宝嘛，那你要个法宝嘛，对不对？那经那么多，你去查一下，你能不能往生？你查一下好了。很舒服啊，今天你追我是要为多查去啊？对啊，那你不能二宝弟子嘛？你是他的弟子啊，你应该从他那里得答案，对不对？他就傻在那，说对嘛？啊，这个事情还是我这个不是宝的。师父，你不是宝嘛？对，你是二宝啊！我被排除在外的，我来跟你讲的，你觉得怎么样？安叔啊，拍谁啦？那么哥哈，人有一挂出家啦。等一下，有一挂啊，我就是一挂，因为我外向跟他一样啊。对啊，你刚刚讲的，你又不是说我归佛归法，我不归僧啊，我就是僧啊，你把我算进去了。哎，对啦，阿姆哥，我师父啊，吼，啊，道理啊，把我问伊安尼，我讲对啦，道理无人拢捌的，没有人谁剃了头全部懂的啊，啊，这个话就算了，就转完了，在南浦这个时候在清凉寺，清凉寺男女众啊，很杂沓了啊，是这样，那是哎，你也伸不了手，出不了嘴啦，那时候事情很忙，哎，地球是圆的，台湾蛮小的。我当然我住山完了啊，去被广化老和尚骗去当教务主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杭法师正在当院长啊，在那个赴宴，两个人一起流落江湖。然后呢，哎，他又来了，他一向他说他皈佛皈法的，我不晓得怎么说的啦，但他还是很尊重我们广化和尚。结果呢，他爹往生了，
他爹往生了，他爹往生了呢啊，就跟广浩和尚讲，广那我当教务主任只好发落这件事情，那么就会念经，啊，不得已还是要去，是这样。那么他就要供养，那我在想，哎呦，我们又人家是二宝啊，我们不是宝，那我们自己要平下摸哎，好难等来的，所以我们坚持不收他那个红包。这个动作呢，才让他警醒到说，哦，是他应该是有问题，他有过失了。那这个例子就来呼应韩法师刚刚讲的，叔，我不服气，为什么我们在家人不行？因为你就是在家人，你有一个贪爱所属的汇聚处，一切的色声香味触，一切的地狱五条根的财色名食睡，通通是那个家所汇聚的。色本来结婚就是依色来的，是不是这样？那么财要来支持这个色，那财多了之后呢，色又更满足，欲望又更满足，色无非就是欲望。那你就是建构一个欲望的深处聚处，深处就能够升起，能够聚集，你就是因为要完成这样，然后用财富来建构这个，而且并且把它合理化为我的价值。哦，还有个我，你看看，欲、财、我这三样就够你轮回不止了，何况里头还有啊名食睡，名也是一个增长我的所在处，还有什么名？我是你老公，你是我老婆。我们从今而后如是如是的专心的护念对方，爱染对方，支持对方，你就有一个什么，有个用不完的被你执取的对象，爱染对象，你这样在建构家，你没感觉？你怎么可能说你不服？你没什么好说不服的，因为你在干内党之事，那是完全的满足你的欲爱我执。那这个时候当然你来念佛一定很专心，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嘛，七天之后一样欲爱还在那里嘛。那这七天是你好不容易换来的短暂的，看起来可以冲刺的，那你又用另外一种名我爱的方式来表，来道场当中装着很有修行的样子，好冲哦。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有那个师父比较嫩一点的，或者是比较慈悲一点，这分两端了，都可能。他就说来一个啊，佛妻的心得报告，你看看那些在家人，哦，举手啊，发表啊，哎呦，师父，我那第三天的时候，我心情好好哦，我好感动哦，我现在的话，我充满华喜哦。这些人太多这种居士，那就是有个我爱。名在哪？他念佛一样的习惯在做这个动作，所以呢，哎，万佛寺的佛妻不对外开放，因为我看多了这种人，看多了。那个清凉寺那个佛妻啊，那个护妻的是不是在家人？那个凶悍的不得了啊！一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好以为他是善知识的那样子。那也就在台中嘛，这对夫妻呢也是很倒霉，也会被我讲一辈子。那么呢，他就蠢蛋到他傲慢到什么程度？他来看我师父啊，叫师兄的，叔兄，他的想法是这样啊，你当叔在家的时候也是归于主银劳啊，偶也是啊，只是你比较好运，你早一点又出家了。其实我师父18岁出家，被国民党抓来，算他是好运呢，还是业障重？不知道。然后就抓来之后呢，就又结婚了。结婚了嘛，生了几个小孩，这点就不能公开讲啊。基本上你看到是三个，那三个现在两个出家，一个还在江湖过日子。然后他老婆也出家。那这位居士呢，他就当着我的面称我师父叫做师兄。我心里在想，师兄，我就刚你怎么落到我手里，我就不要你喝口。那是我还在家，
我还在家，我就喘喝卡丘啊。好了，八月十五刚过啊，那个八月十五，换我出家了，就像刚刚一样啊，出家了啊。我那时候出家，七个女众，一个男众，就我了啊，是这样。哎，贵姓那叫中华党，这样你我们在了啊，阿都出家了，出家了之后，就像刚刚我们那个三位新出家的拿了一叠红包，意思是一样。你们这些人呢，在家人就乐于哦供养啊，新出家的怎么样啊，供养一下，结个善缘就很好了啊。他也来了，他好像就是第一个。那么很遗憾，那天我半个红包都没拿到，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第一个来，第一个来的时候呢，他拿了红包就跪下来了哦，恭喜哦，师兄，我就用吼的了，吼他。你讲什么？想跟我说一下？我就失误了。你有种，你跟我替，你叫我师兄，啊？你搞不清状况了哇嘛！我师父才刚走出去而已，你知道？然后一转身回来，我讲，什么事情？师父这里没你的事，你赶快休息了，我处理就可以了。我痛骂一顿，他老婆也来了，我连他老婆一起骂。你骂完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跟师公就是祖云老跟护持那个什么那个佛妻啊，护持了十几二十年，你是护持假的啊？你慢心还这么重，你还那么愚蠢的不知道说你那是烦恼家，我是出家人，我已经出家了，你还什么资格你称一个出家叫师兄的呀？我想骂他，我讲了一个道理嘛，这不是重点。骂完了他就回去了。那时候我就深刻的感受到说，当然呢，有些出家人在一个华人的社会里头，注重谦卑啊，注重呢自己呢啊小别人大这种观念。那因此他就以一个没有身啊不表现身份、表现谦卑、对在家人呢啊慈悲这样立场呢来。在华人的社会里头，生死的观念关系是这样，结果呢，就闹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国际性问题。早年呢，在民国六几年的时候呢，那个老蒋先生他还在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啊，那个时候还没有退出联合国。那中国佛教会呢，号称代表了中国佛教在台湾的一个身份。啊，他去开世界会议，那个谁，我的德界和尚啊，白胜章了。那么去的时候呢，去到泰国，泰国的时候他们一样有那个白衣居士接机顶礼。这一接机顶礼啊，他看到白胜章了，这样合掌而已，还没站起来，只是合掌。完了，第二天完了，新闻就出来了。那个台湾来的他们那几些人，通通是假和尚。哪有我们跟他顶礼他合掌的？你知道在泰国顶礼和尚，你和尚当中没看到你拜你的，我是这个身相让你起恭敬心，我怎么可以回礼？我不回礼的，我甚至连看你都不看你，点个头那已经是很特别很特别了。你看，所以太虚大师说，哎呀，做居士要在中国，做和尚要在泰国，做居士要在中国，中国的居士大很大，他捐了钱呢，拽个二五八万呢，啊，这两几条那无我管的，你庙敢起也起？开玩笑，你想我功德我多少？从梁武帝以降就这么干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他就问那个达摩祖师，我这修庙建寺功德有多大？他就在想这玩意儿，你想想看啊。在厕所在监狱里头挖了两个茅坑，你说你功德有多大？我们拿刚刚杭法师说的一样，我们是在监狱里头，在监狱里头三界火宅，这不是监狱吗？我们在监狱里头，然后呢为那个什么呢，为修道呢挖了两个茅坑，你还拽个二五八万，你说这是你是不是阿达玛派去头脑坏掉了？但是呢，因为中国的环境跟他的一个儒家的这种观念呢、啊，
所谓的不受无功不受禄啦，谦卑为人啦，这种观念混淆了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出家功德圣的这个价值。所以在家人甚至于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还有这种话传出来了，哎，那个和尚很傲慢，跟他顶礼了，他连回礼都不回礼，居然还传出这种话。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也是所谓的大居士。这就是刚刚呼应了，从另外角度呼应了韩法师说的，你不了你自己在家生禅，身上禅，禅有一堆的染污爱染相，而且你还在经营这个爱染相，你还说这叫做哎，尽责任。你想啊，如果有一医生来跟你讲说，哎呀，老王，哎呀，王老先生，哎呀，王李小姐啊，你身上脓疮要赶快拔掉了，要赶快医好啊，来来来，我这里有药，我这里让你调理。哎呦，不行啊，我有这个责任养这个脓疮啊，我责任未了啊，你药还不要给我吃，有没有这种神经的？你今天的家是你身上的脓疮，是你法身慧命上面的脓疮，哎，结果呢？哈哈，你说你在尽责任、尽义务，还讲的什么？讲的声音比天高，还讲的很自然嘞。哎，爹娘未生你之前，谁是你爹娘？你还没想讨老婆，还没想讲嫁老公的时候，哪个男人是你老公？还没有男女行隐喻的时候，哪个女儿哪个男生是你儿是你女啊？谁是你的责任？谁天生哪一个众生天生该是你的责任啊？哪一件事情不是你惹出来的啊？有儿有女不是你的男女贪爱惹出来的？今天还挂个那么好听的名字叫做尽责任哦，害不害臊？颠不颠倒？怎么样，我这话讲得够辣吧？但事实就是这样，笑出来才对，还笑的话就是无耻，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出家人有时候还在 Facebook 上啦，在公开的场合啦，哦，耶稣，哦，你真不简单，哎呦，我这个心里去的，哦，难得难得哦。我们现在想，哎呦，阿达，你这哪安尼起起下摆唔安心，都阿好去庙头啊做土地公，不扶起条啊唔走。我们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呢，怕你听不下去，那就只好先以利益勾牵之，先给你赞叹一下，给你说说的安尼吼，门会顺啊，迄阵才给你训练跳火圈，安尼。那才训练得过。师父是悲心是这样，或者是他动用的方法是这样，你可不要以为师父的表面的赞叹护持啊，护念你呢，是你有一个难得的道心，值得师父这样做，当然也值得了，众生平等嘛，啊，众生都有佛性嘛，你要讲那个我们没话讲，但是讲离欲，你今天正在建构更大的欲。你说讲尽责任，那同样是责任，如大家都知道一子出家七祖超生，那你怎么不来度七祖呢？那不也责任？你说你要去养你现在的儿女，你现在儿女搞不好是过去的冤亲债主啊，那如果这样跌上走的，乃至于百年修得同船渡，哎，你跟他这一辈子只有一次在同一节台北捷运的车厢共同坐同一节，这样子的因缘都要用100劫的时间来修彼此的缘哦。那你今生遇到多少多少有缘的，你的上师、你的朋友、你的同学，那些不只是百世修得的缘，那是不是跟你很有缘？你是不是要对他尽责任？如果这样讲的话，你是不是应该要早一点成佛度他们？你怎么会执着眼前这个所谓的责任呢？那不叫责任，所以你要知道，那不叫责任，那叫放不下。你美化他了，懂吗？懂吗？今天找你们来，
来看人家剃度，是要诱发你们的惭愧，诱发你们的意志，而不是说啊，今天的这个剃度典礼要你们来张罗一下，然后庄严啊，增加气势。别，我门关起来，我们剃个真好势的。了解意思，所以出家功德圣是要先从居士本身了解自己的状态，你才对应得出来的。所以有一句很有名的偈子，孔雀虽有色颜深，不如鸿雁能远飞，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圣。白衣就有富贵力嘛，是不是？哦，这个当官，有这地位，那么呢赚钱有财富，好，那尤其大乘佛法不舍什么？不舍人间相，人间的种种名利相，那财富相、庄严相，那这个时候呢，难免呢，那么就是需要居士的那个财富力啊，或者是这个富贵，或者在公家机关里头的一个护持力，好像是这样。那慢慢的呢，尤其是中国的大乘，就渐渐的显得基于他的大乘的某一种人间相的一个运用啊，确实也让某些居士啊，他有发心的因缘。那这样就渐渐的模糊了富贵力跟解脱力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差异。佛法的一切价值都以能就近解脱为最终的皈依，结果呢，我们是因为要利益更多的众生，所以他还不懂的时候，当然用人间的建筑啊，人间的这个善巧的解说啊等等啊，来接引众生啊。要解说就有解说流通的管道，因此就有印经书啊，建立网站啊，乃至于讲经说法、摄影这些啊，这些都有所谓的金钱技术面的需求。那这些需求当然对出家修解脱法的人来讲，他是不会去营造，那因此就有在家人来这样做。在这种时候呢，大部分的师父也基于这么发心了，所以不忍再跟他讲说你那个是你的在家生活最终还是染污相，最终也是苦恼相，我们不忍这样说。这或许有现实上面好像也要让你能够觉得比较有安住的目的。所以这汉传佛教它注重大乘之后啊，这个生俗的历来的关系啊，就渐渐的不像声闻法那样子的分明，这也有它的历史渊源。然而师父当告诉你的这些的时候，一个真正优秀的在家人呢，他不是说哦，那像听师父这样讲，我得赶快舍略求圣，因此我要舍俗求出家。你用这种心情，难免胜负心，难免是什么呢？分别得失心。就像法师刚刚讲的，你看得了那种日子吗？出家并不是等于没有烦恼，出家是开始在持亲，在割爱。但是割身上比身上的肉还要可怕的，肉割开了还有什么缝合之时啊？你那爱欲割开是永远远离啊。那你呢，无量劫以来你是如油入面的咬住啊，你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鳖呢，人家怎么杀那个鳖的呢？就是拿一根筷子给他咬，他一起嗔恨心咬住他的时候，不放拉开来就能够剁掉他的头，不然他缩进去你剁不到。我们世俗人基本上是这样子，是这样子过日子。你要自己知道啊，我鱼钩早在阎王手啊，那么我心呢仍然茫无知，未来渺渺空无路，只在今日放不知啊。你知就是知应的知，你 无法支持不了你这样子的放舍。你也看到阎罗王的钩已经在眼前，可是你心而无力，
这个时候升起甚深的惭愧，然后来看人家出家的时候要哭，哭谁？哭自己，哭自己要何时何年何月何生何世才能够了生死，才能够走出迷道。那这个时候又再看啊，今生看来没希望了，年纪也大，身体不好，因缘不殊胜，那业障深重，心力不足，所以出不了家了。这个时候发而为求往生的大意志，意志向。那么这种意志向升起了之后呢，要对出家的功德殊胜，要升起敬仰向，要升起赞叹向，要升起护念向，要升起真的，我看到出家人要起两种心，一者欢喜赞叹之心，恭敬不分别心，要起这样的心。其次呢，要对自己起一个惭愧忏悔，更当努力求生西方的心。我告诉你说，出家修行很功德，很功德很大，你们要恭敬，这是就你不造业而说的。然而对你呢，对你已经就近不能出家了，死黑啊，无法度出家啊，要出家嘛，人不爱接受你啊，太老啊，身体不好啊，啊，这个真的是你的好多事情绑住你了，真的是不能出家了。那还是要给你一条路，那这条路就是要升起内心真诚的，不带有傲慢心的恭敬。刚刚法师提到那牙医师，我那不只是牙医师，太多了。所以后来啊，我都尽量不去接触那什么，不去接触那那个专门看护出家人的那一些医生团体，我都不去。我宁可去跟在家世俗人，完全他不信佛的，哎，他至少懂得尊重客户。你了解意思吗？了解意思吗？啊，你去有那种那个大技术医生去看，一个站妹给你探看看啊，你师父最近有坐禅无？师父最近真操劳哈，啊，人最近无戒修哦哈，哎呀，这个妹真普呢，我够给你看东看西哦。那就不必了啊，也。出家人本来就叫起士，上起佛法以知慧命，下起众生以知肉身，以养色身，本来就是起士。起士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以为什么今天要坐在这里，两个出家人要坐在这里讲出家功德，好像讲我们很了不起似的。我们有必要吗？起就是谦卑祈求，我们有必要这样做吗？还不为了诸位，还不就是为了诸位？不要因为眼前的财富力就忘了你是谁，更不要因为你护持哪位师父、哪个道场的居士都是你在张罗的。那今天的这一顿饭啊，这是比喻了啊，今天这顿饭都一向是谁在张罗的，你就忘起分别，误认为自己好像修得很好，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阎罗王的钩对你是最有效的，那师父今后说的也不必再多说，是因为这种因缘呢、啊，我们才要告诉你，让你们来看剃度因缘，不是因为要让你们来鼓掌，不需要。这些小孩子要出家，已早就不必要人家的鼓掌了啦，他们被在万佛寺被抄成这样，不成人形，啊，早就知道说修行是怎么回事了。就算修不好，你要赶他走，他做坏事，你要赶他，就是也没什么大坏事，就什么事情忘了，什么事情怎么样，你要赶他走，他就痛哭流涕。哪怕他听经听不懂，他在那里睡觉，他也宁可在庙里睡觉。他不懂，他就懂得在庙里睡觉。像这样的小孩啊。真的，我告诉你，我替他们讲，不需要诸位的赞叹跟掌声。但是为什么要你们来？要你们来自己只知道懂得惭愧，要让你们来看一看，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人家正在苦，但是他那个苦是行法师说的，才正要开始的苦。然而那个苦是越苦越甘美，那你们的苦呢？是越苦无了时。
苦而无了时。那请问你来看到这些人家正这样，曾经前一秒钟跟你一样在家人，今天法师剃刀一剃，刹那之间人天繁盛永隔，解脱与堕落永隔，你有没有一点点内在的感触啊？还是只是在那里哭？哎，我惊，安尼都离开我啊！啊，想到妈妈较早甲你抱咧心肝头的啊，即马离开啊！你哪安尼？我甲你讲，叫做三拜，颠倒。你来庙上干什么？你还这样叫你来干什么？就完全弄错了。那如果你是这样哭的，啊，我什么时候才能也跟着儿这样？什么时候才能也能够有姻缘啊？这样基本还算差强人意。这就是俗家的功德殊胜了，要你去懂。我今天讲俗家功德胜，并不是自叹自赞，然后毁谤你们，不是这个意思。哦，我说过出家是起事起啊，起书啊，是起家那个起啊，是起。所以出家人本来他就是谦卑无争无我的，要来过日子的。如果今天有个在家人来慢心对待我，你们是出家人，这个如何这么办啊？你修行很烂啊？如何我们在家也能修？就要我个人来说，如不敢说完全如饮甘露啊，我至少可以稍许的如如不动。如果为了我个人，我本来就起誓，我不是出家来受人家赞叹尊重的，不是。我想在座的任何一个出家人也不是这样。然而为什么我要讲这些话，无非就是告诉诸位，出家人大部分他是谦卑的，他也不会告诉你你错了，只有今天这个因缘才有机会来告诉你你可能会弄错了。所以那种慢心，那种自以为是，那种反问，那啊，出家在家不是都一样吗？赶快跟我讲师傅不一样，那真正很大的不一样。我曾经呢也公开的场合讲过，我说在家人乃至于都没有资格赞叹出家人持戒持得很好，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戒是什么，你甚至都不知道出家人的戒是什么。你知道杀盗淫妄啊？你知道你只知道这样而已啊，对不对？那你还多知道些什么？比丘250条，比丘尼340几条，乃至350条，多出足足多出100条，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赞叹？所以乃至于你连出言赞叹他都高深莫测，都让你不知道。你看看这个功德相，这个维系的功德相是怎么样。那你说那也不是所有出家人都能做到这样。对，不是所有出家人都能这样，但是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刚刚行法师不讲了吗？他是发愿说，我是的，我或许不能保证今生我能做的就一定多好，但是我愿意往那个方向去。光这样子的功德，你发那个愿了吗？你甚至于知道那是你的目标了吗？你根本不知道，你连知道都不知道，何况你发这个愿。而人家是已经知道还发那个愿了呢，所以他才在出家，而且付诸行动了呢。所以这样的差别看出来了没有？所以一方面你在营构的是财色名食睡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源源不绝滋应你这些财色名食睡的来源，那名之为家。你也因为贪爱他而完全放舍不了，你一方面你在经营这个，而人家那边呢，他却是怎么样？他却是念念的向于念念解脱，身口意的解脱而心向往之的修学。他即便是有苦，他即便是曾经失败，他甚至也正在失败，正在烦恼。我告诉你，那都是功德相，因为有抗争啊，他在跟自己抗衡啊，他在跟你抗衡，抗不过的时候，当然他会生病，当然他会痛苦。而你呢，你在随顺你的爱欲，随顺你的我执相，你当然没痛苦，因为你是走顺向的嘛。而他在走逆向的嘛。法师刚刚不讲吗？千万人无往矣啊，所有千百万人走东边，我却要走西边，我是孤独的。然而我相信是佛真正给我的生命价值，所以我用生命投注下去走。我恰恰好是因为爱欲深重的而来出家，
啊，我恰恰好也是我的爱欲未舍啊，我又坚持出家，这才是功德。如果都已经圣人了，圣人本来看爱欲就像什么呢，就像厕所里头的粪便一样，他就是不爱了，他不会有这种煎熬感，难度等于零。恰好是因为我就是这个大凡夫，要惹要离爱离欲离贪离我离一切的染爱相，真难呐、啊！而我正在拔，这才叫功德相。它有一个推拒，有个巴拉拔，有个切割的意志。我们就是缺了这个意志，所以我们叫做凡夫，叫做在家人。所以你看到功德了吗？看师父的功德，不是看哦，耶稣哇，百无百寡喝，你唔知呀？哦，耶稣啊，你有不得单呢？不倒蛋啊，不倒蛋是不倒蛋啊，不知道了啊，那就是这样。你去看那种像，你就是在看什么呢？拍的武侠片，韩法师讲那就是武侠片。你不要想象那样。出家的功德像，恰恰好就是在那修行的煎熬处。烦恼处、困顿处，他仍然穿的那件袈裟，那才是最功德相的。没人我都给帮忙。咱回去，查甫人回去有某，查甫人回来有翁给咱疼，有某给咱塞奶，有囝给咱揽，有狗啊给咱摇尾溜。好、哦、啊，做得好，毛头家给咱发年终奖金，这出家人拢无。啊，靠不过人，自己知尔。有人贪这个，他要离；有人贪色要离色，有人贪财要离财，有人贪我要离我，有人贪名要离名，各自的问题都不一样。即便是师父，也甚至都没办法帮助你，他都孤孤独独的，一而再，再而三，必须从佛法当中一再的自我肯定，一再的找寻佛法真上的资粮，然后为自己的生命选择而走过去。不要这个难字不必我说吧，你对照一下就好。你对照一下，你受委屈的，你是怎么对待你自己的？回家找老公哭啊，会男人到外面喝把酒啊，找妹妹喝一下，聊一下，麻醉一下，回来爽啊，或者没事骂员工啊，啊，是不是这样？或者拿钱去开支票干什么啊？或者周末去哪个什么巴厘岛、下面岛下去游乐啊？你们不就用这种方法吗？出家人，所以不懂得看到功德相的人，可以就近的说，你根本不名为三宝弟子，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修道吗？三宝弟子对，没有错。韩法师遇到那个信徒说，我们不相信，我们不能这么不公平，为什么在家人不能？好，那你就让你能，你至少第一件事情要能，能什么？你能看到出家的功德相吗？还是你把出家只是带想成一个什么旅行团的领队而已，就是带你朝山，带你去玩。如果你是看成这样，你没看到功德相，你甚至不名为三宝弟子。三宝弟子不也要修行吗？三宝弟子就不应该往生极乐，就不应该了生死？当然也要啊。好啊，那你就准备来了生死。那你得要先看到修行相，那你才知道你要怎么做嘛。没有错，在家人确实不容易修离欲相。可是你要知道，没有那个不离欲能成佛的。拜万佛的时候，有没有一尊南无不离欲佛？没有啊，没有那个不离欲的佛。是，那你知道离欲终究是必走的路，即便是你现在不能走，未来你也要走啊。那你现在不能走，你现在又不懂得看到离欲的功德相啊，那出家就是离欲的开始，所以出家的功德相就是离欲的功德相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发端。你连这个你都看不到，那你不能随喜离欲功德相，你就不能种下离欲因，那你终究不能够走入修行之路，终究不能走入修行之路。所以今天你回忆一下刚刚那个剃度的时候，到底在你的内心里有没有撞击一下你心中那小鹿？有动静，
有撞击一下下啊，撞击的是什么？是一种看到人家清净离欲的准备了，内在的一种庄严相的恭敬心升起了，有没有？还是反看自己啊，真是业障重，真是贪爱重，惭愧啊，这种惭愧相，这两个相如果没起，对不起啊，你中午吃那顿饭恐怕没办法还哦，看顶下你都要去抖内一下，你都要去关机，你没功德相，通吃一顿饭。你没有跟法相应，不过当然了，还有一点点法相应啊，就是你来这里哈，支持人气，然后让那个不懂学佛的误以为人气未歹哦，那间庙大概有多点，这样子呢，这叫做水洗功德了，也算一点点啦。好了，这样那个功德大概可以换一杯饮料了，也很少，安尼听有无？啊，所以啊，要知道。这个是关起门来，师父跟你讲真话。一般在公开的场合，师父们不太提这个道理。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我们在好像在批评在家人，在抹煞在家人的功德能力啦什么的啦？要不我们出在家人赚钱呢，养你们出家人？也居然有居士讲这种话，讲这种话养。那个，要遇到这种人啊，诸位，我们出家人啊，遇到这种人，我们就不必跟他辩论了，浪费我们的口舌，坏了咱们的庄严相了。因为那种人已经不堪，不没有资格让我们跟他说了，让未来业障跟他说就好。他要有缘会生业障，没缘那就事情更大。那种遇到这种人呢，我们就默然，出家人一定是默然，会不会讲的呀？所以啊，千万要知道，哦，要有这种观念，这种观念了解功德胜了，诸位在家人还要这样进一步的这样想，那今后你们用什么心态来供养出家人，来支持三宝呢？你要这样想，那是在舍你的兼贪，舍你的降低你的我执，增上你随喜解脱的功德，也增上你随喜修道的功德，解脱为果。修道为因，这有因有果。那么呢，放舍你的什么呢？放舍你的我执，这是果；放舍你的贪爱，对金钱物质贪爱，这是因。所以世俗有一因一果，出世的也一因一果，都要升起。将来要这样做，每一件供养，哪怕只是一条毛巾，那个供养都要直接连接到。恭敬尊重谢托法、谢托相、谢托的愿，这样观念。你看，他走向谢托，所以他出家。我今天因为还没能走向这样子，还没能发这个愿，所以我今天要来这里供养他。这种谦卑，这种对于修行的恭敬供养，要升起。这样你念念之间呢，才有可能累积你的出世因缘。你说不用啊，我这次念佛往生就好了。是的，念佛确实是很特别。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起的是傲慢心，你于三宝门中你起的是傲慢颠倒，你连三宝门中你都这样子起傲慢颠倒，你的心一定跟离欲解脱持戒不相应。三宝就在做，出家人就在做离欲解脱的事，而你居然可以对他生傲慢心，然后你这样反过来，你说你能够持戒念佛念得好，因果不相符，那个本质的心是不相应的。所以我们不敢说你临终的时候搞不好你起大忏悔有可能往生啊，这是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你照这种方式下去修，一定跟你的求生极乐无关的嘛。你会那么傲慢，你一定贪我执嘛，你一定自认为自己了不起嘛。那当自认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念佛不是念在心坎里？刚刚法师不讲吗？那个家不必助念，你就要想跑回去，是不是这样子啊？根本不用助念，你就往前冲了。为什么？因为你那是你的贪爱境，贪爱境太熟悉了。好了，你现在在三宝门中，你居然还用你那个贪爱性来对待三宝，你看那不是？你不是修的功德越大，贪爱越重，因为你修那个比较功德叫福报，福报大了，刚好让你对自己的贪爱更加的深重。
那这种贪爱深重，想说要往生，那是嘴巴讲的，因为你于一切世间，你于你自己，不生惭愧想，不生厌离心。哎，你对娑婆不生厌离，你对你自己现在所处的状态没有惭愧想，你说你会想要往生，你自己掂一掂嘛，因果不符。厌心信愿是往生极乐的四个主要，那尤其是厌，厌是从对照来的，你要厌离娑婆，现在你在娑婆，你连对想离欲离娑婆的出家人你都升起傲慢，看不到他的功德相，你还觉得自己很 OK， 那你看你哪里会有厌呢、啊、那你既然不厌了，可见出家那种清净相不是我心求的。你要知道在极乐世界是一切人都出家，那里没有男女相，没有男出生是由莲花化身，意味着没有男女淫欲，所以你看财色名食睡在极乐世界都没有，那是就近的出家处。结果你现在说那在家跟出家一样，而且在家比出家更好，那你刚好远离了出家极乐世界那种清净解脱相，你怎么会有心呢？你看不厌不心，你怎么会有性跟行呢？性跟愿呢？所以极乐世界的修行全破，不是我唬你的，是你的因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小看一个皈依三宝、恭敬三宝，看到三宝的功德相啊！你要不懂得看到出家人的功德相，佛的功德相只剩下今生让你看。他雕塑的很庄严，那还要庄严？不庄严了，你还不会恭敬哦，对不对？好，那好，那经书呢？对不起，经书这么多，你们来了有没有痛哭流涕跪着拜？有没有？有这样的举手？我告诉你，一定没有，对不对？他静静在那里，所以三宝当中的佛宝跟法宝啊，庄严的不得了。对不起，与你的作用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剩下三宝。那有人说哎呀，解脱的名为宝，不解脱的不敢说生宝，那是个人。但是要讲佛法的话，佛法就是三宝，我们皈依不是皈依佛宝法宝，皈依僧人不是这样讲的，是皈依佛宝法宝僧宝。为什么名为宝？难能可贵，不是因为他已经解脱的难能可贵，恰恰好是因为他还没解脱，所以修行的困难度那么大，他还能坚忍不退，这叫做宝。恰恰好是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都有这么多的烦恼相，他居然不要而去过那种日子，哇，我心才有向往的对象，我想要出离才有前面的人可学啊。所以他这样对你的生命真是宝啊！世间若无人出家，你敢想到你要出家？你敢知道你要去出家？没啊嘛！都是因为有领头羊走在前面，你才知道，好歹我不能我看到有这怎么一条解脱路。所以他名为宝，不需要他是圣人，懂吗？出家的功德在这里啊，对诸位的价值在这里。那我们呢？我讲完这些，并不是因为你们的恭敬，所以我好修了一点，都无关紧要。我讲完这些，你们对出家人恭敬的，与我个人的问题一样没解决，我还是要我解决我自己的。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报佛恩而已啊！你看看，我在报佛恩，所以我讲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个时候，你从身身上。看到了佛恩，那就是佛宝了，看到了法的意涵，法宝了。所以三宝虽名为三，末法时代只剩一下住持的身宝还能跟你有关系，直接的关系。如果失末法，如果失去了身宝，你的法宝佛宝的作用升起的力量不是没有，微弱了，没有人诱导。所以诸位、哦、我想法师也是讲一个小时，我也谈到这里了，谈一个小时。所以讲今天跟诸位讲出家的功德利益啊，其实我只讲到出家的功德啊，那利益我没讲，但是隐含在功德里。那这样子的目的给大家是最终是什么样的用意？第一，让你在家的身份
你能今生今世真的谨遵自己修道的状态，了知自己的状态跟是染欲相的，染是贪爱相，是烦恼执取相啊，束缚相的而升起，能更甚深的谦卑。那依这个谦卑心，看到寺院道场修行人生宝的功德相，你才能念念的生功德心。以这生功德心呢，外道看到了，哦，在家人最出家人这么个恭敬，嗯，佛法好，哎，你就在跟出家人合作，完成了一个佛法的弘扬。那这就完成了师父今天讲我们两位接力讲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目的了。什么讲？你修道了，佛法也住持也弘扬了，也让外道生恭敬了，这样子的目的，这样了解吗？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殊胜出家的功德。那他的利益呢，应该你自己抉择，你要自己抉择，利益要真的去做了才有利益。那万一你不能呢，告诉你的儿子吧，告诉你老公吧，告诉你的孙子吧，说出家真的有利益。在这少子化的时代，你还能够把你的老公，把你的这个儿子孙子导引到来出家修道，哪怕只是一天。哦，韩法师刚刚讲的那个所谓的短期出家不成出家，那个是美名出家。我说我要出家，结果我出家一天一夜，第二天呢，啊，我爹娘派了军队来把我抓回去了，那样子我那是真出家，一天一夜真出家。我说我出家，但是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回去一样的大鱼大肉抱老婆了，这完全不名为出家，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没有离欲，懂吗？所以这